没想到是这个结局啊！不好吧？壮志未酬三尺剑，故乡空隔万重山。我本想着一战功名，逆转失利，挽回颜面，却没来机会。 计划吗？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当然，等办理完受降仪式，即刻开拔回去。太好了，真带劲儿啊！你现在在家乡赫赫有名，人们会把你当英雄看待的。是凯旋，正当年。 真令人羡慕啊！抓紧时间。什么？有道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也许你现在有新的目标了。哦，我见过吧？有可能吧。 去他那儿吗？我想和你一起去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小心台阶，请。我以为挺多人的。我也以为。薛经理，请。宁小姐，请。哟呵。 都到了，哎，薛经理，坐，快请坐这儿，来，请坐，谢谢，来，快倒酒。大哥好，宁小姐好，薛经理好，二哥好，咱们就直接开始吧，啊，来，今天啊，是个好日子，抗战终于胜利了。 咱这第一杯，祝抗战胜利！干杯！来，给我。这第二杯，来，敬我的好兄弟郑将军。 他命大，福大，造化大，恭喜他！干杯！哎。
但也有人啊，曾做过多少亏心的事，我呢，我都记在心里。这第三杯，啊，来。怎么？不好意思，这酒太烈。小姐，老杨，快，快去看看去。徐经理，来，咱俩喝。我呀，酒力不行。咱们不吃点什么吗？批准呗。哎，好，你好，要不咱们聊点什么？行，那就聊一聊。徐经理，说实话，我跟你不是特别熟。但是我们好歹是在一个战壕里拼过命，现在又在一个公司一起共事，我还是把你当兄弟看。彼此彼此。好，那我就有什么说什么。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？年纪儿，你知道我最在意什么吗？不是钱，也不是当官，只有他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一直在追求着别人吗？那你现在这是无病乱投医。话说难听了吧，宁可静其实是我的。他不是你的，就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郑孝南马上就要回来，这还轮不到你犯怂。争女人，你自己先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又怎么了？没事。可静，我送你回去。半句多，出口就伤人。我又不是他的马仔，要看他脸色，靠他吃饭啊。三郎这个人是个直脾气，真性情，你别介意。真性情，我看未必。你呀，还是注意他点吧，想的倒蛮多。你们刚才因为什么事情闹起来了？其实我也理解他，有贼心有贼胆，但是在魅力上，比郑孝南差远了。为此还在那百爪挠心、鸡翅白脸，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吗？仗打完了，郑孝南是要回来的。那杨思晴呢？她也会回来吗？英雄凯旋是大事，必将
格外重视。是。是。我一直未能亲自主持盛会而倍感荣幸。是。嘿，你的亲密战友就要回来了。啊，怎么不高兴？我擅自离开成都连，实属逃兵，我还哪有脸见他？谁说的？你是在护送杨思琴回这个野战医院的途中中了日伪军的埋伏，你表现得很英勇，舍身救了杨思琴，郑孝南应该感激你才对。哎，那是后来的事儿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问，你和杨思琴在逃亡的途中是如何脱险的？被新四军给救了。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你从来就没见过什么新四军，你是被国军搭救的。开玩笑，国军那会儿在哪儿呢？天叔，你快下来，看谁来了。当了大经理就是不一样啦。也没啥不一样。坐。听说郑孝南要回来了。是啊，正式开学。我们还要举办欢迎仪式呢，你去不去？当然，看吧。看吧，你们不是好同学吗？再加上生死战友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人家已经远远的走在前面了。他走再远也不能不拽你一把呀。嗯，漂亮。姐，他要回来啦。姐，你不会答应了那韩三郎吧？那这事儿咋办啊？你要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有一个问题，万一郑孝南有女朋友了呢？怎么会？你想啊，这么久他跟谁见面过？战友啊。杨思琴不也在那野战医院吗？那个医院早没了。可是他也没回来呀，没准儿人家又去了别的地方。哎，你没问问眼镜，他应该最了解了。眼镜追他失败了。瞧，是不是因为杨思琴爱上了别人？嗯，有这个可能。对，那就是，哎，那诗怎么说来着？朝夕日久见深情，触骨相思油然生。若红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心恋落红。你说谁啊？瞎猜的。不聊这个了。打仗了，安静了，真好。是，我一会儿就去围城，等待支队长指示。你该回家了。不，我已经向组织打过报告了，我要留在这个地方。那你该怎么向龚师长解释呢？我打仗了，我自然可以选择卸甲归田。至于要去向何处，我自己做主。
家里人都盼着你早点回去了。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帅这么久，我也很想他们。不过现在，我是组织的人，何去何从，要听从组织的吩咐。好。你觉得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国共两党借地不仅未解，还打上了死扣，风云际会，雷电就快要来了吧。让你们几个等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组织研究你的情况，不同意你回解放区。为什么？你的任务是回成都。啊？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，回去路上多注意安全啊，好好休整，早点与家人团聚，听到了吗？是。郑晓楠服从组织安排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不是孤立作战，成都既有我们的党组织，也有进步人士和爱国教育。但是您面临的顽固势力和潜藏的敌人也不容小觑，要格外重视。明白。支队长，我能否知道我们的同志都有哪些吗？过些天杨思琴也会成都。啊，太好了。我们那里的同志有许多，但都是纵向联系。明白。长征，你这一整天没了影，跑哪儿去了？啊，我去城里逛了逛。你同他们一起回去，你出来的时间比我久，早点回去与家人团聚。师长，那你呢？我过几天回去。啊？是不是又要开打了？战火虽停，风云未散呢。难说。刘副官，郑晓楠少校同你们一起回去，人已经坐满了，还有货呢。什么情况？人重要，货重要，卸货。是。
薛禅师辛苦了，你看咱俩聊天。薛禅师，军车发生意外，郑耀南受了轻伤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您不去欢迎会吗？不去。回姑娘，您和他可是生死战友。是，要不是我手段了，后面的仗还指不定谁挡。 我知道，你看好他，那鬼谷岭我就看着了。不是大哥，他也是真玩了命。打了你给打个屁吧。啊，好，大哥，眼镜电话，他说有急事。 有何吩咐？通知伙房加餐。什么标准？四荤四素。没有料啊！去买呀！没有钱呀！哎呀，真是……嗯，哎，这个你这儿有没有钱？算了，通知他们，扣我下月薪水。好，快去。 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们向南那次很不容易啊！哎，你跟我，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对你会有帮助。他们俩，是的，不容易。哎，刚说到我在猫下村，回不来了。其实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嗯。 老豪。
可静，见到他了吗？ 里边人多，不着急。不，赶紧进去。哎，你什么？脚习惯了。 你没事吧？挺好的，没事就好。大哥，老三，我看看你。快跟我回去，家里人都等急了。现在啊，那，你快回去吧。不行，回头我找你。哎，常长官，我先走一步了啊，回见啊。 三，好久不见，可静姐，一起去家里吧。啊，不了，家人都在等着郑孝南呢。你们赶紧回去吧。队长们，师长来电叮嘱，让你回师部接听长途，还要听听你的声音。行，我回老家，马上过去。啊，你快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 见到小南了，有惊无险。我一天饿到现在，一起去吃点东西。 回家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你觉得郑孝南有什么变化吗？好像没有，跟以前一样。是吗？你瞧出什么了呢？没有。不过还是有朋友惦记。他比从前会照顾人了，能顾及到每个人的情绪。要是放在以前，他才不会。有什么说什么，想怎么说怎么说，还不留情面。圆滑了。
也许吧，但是也有可能跟他刚回来有关系。他回来了，你们是不是该……事情太不可思议了，像是在做梦。哎，你和韩胜宗是不是……你没答应他什么吧？那就好。可是我觉得别扭极了。我应该能理解你的感受。当你得知郑晓楠阵亡的消息后，你绝望了。韩胜宗对你攻势不减，对你极尽温存，可哪有能怎么样？人能死而复生，爱情就不会重新复燃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时间是在你这一边的。思晴，好厉害呀！没想到他会是军医。那你是咋知道的？他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了我？嗯，说的是啊。那你俩现在是？小南啊，学校毕业了，仗也打完了，该干啥了？恋爱、结婚、生活，这回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要的。三，出来。哎，你小子偷听是吧？没有。啊，我跟你二哥说正事呢。说吧，还拿我当外人。那好，你听不懂。思晴姐当了军医生，大家都喜欢她。她生病了，二哥还去看她呢。一句不落，全听见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不能说出去。哎，我二哥和思晴姐是一家人，这有啥不能说的？你要是说了，他就回不来了，懂吗？对呀，二哥得办喜事呢。对喽。思晴姐和大明儿娶谁呀？有你什么事？哪户不开提哪户，去睡觉去。好，您就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说出去的。小南啊，这回。可别犯糊涂了，不会。嗯，一会儿呢，洗个澡，啊，睡觉。啊，这些天啊，哪儿都别去啊。哎，爸，你拿它干嘛呀？哎，叫你妈洗洗。哎，那是干净的。哎，洗洗干净啊，洗洗干净。
哎呀，这还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情况就变了，真让人心脏受不了呀。哼。喏，钥匙在包里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了？眼镜，你这么做人是不是有点缺德啊？什么话呀？不是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？喝酒了。送他回来，你俩喝了酒不行吗？来，哎哎哎，好啊，是该谈谈了。谁先说？我先吧。首先，先更正一下从属定义：一，他没跟谁正式恋爱；二，没跟谁有一纸婚约。就此前提，他不属于谁的女人。听我说完行吗？也许在某一时刻他对谁产生过好感和暗示，但这并不是相许，所以因为他的好感或暗示就认为他从属于自己，只能说是一厢情愿。因为如此，除了你和郑孝南，别人也可以和他吃饭、喝酒、散步、跳舞，甚至可以追求他、喜欢他，只要他愿意，反过来也一样。还有啊，当你以后看到他对谁有意，或谁对他产生过好感，不要用恫吓和暴力，因为这样根本不解决问题，反而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。你能赢，代表你有魅力、有能力；你输了，代表你魅力不够、能力不足，该从自身找原因。你他妈说完了没有？完了，该你了。
山川证明高原，士兵证明荣光，头颅证明尊严，肩膀证明担当，脚步证明无限，心灵证明信仰，信仰奔涌的浩荡川流啊，你在逆境中的呐喊声声不息，燃烧的炙热烈火啊，你在黑暗中的身影璀璨绽放，神圣的庄严使命啊，你在我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，嘹亮的奋进号角啊，你在硝烟中的旋律锐不可挡。你在逆境中的呐喊声声不息，燃烧的炙热烈火啊，你在黑暗中的身影璀璨绽放，神圣的庄严使命啊，你在我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，嘹亮的奋进号角啊，你在硝烟中的旋律锐不可挡。